说。哦，浅的先画，先从浅的先画，然后因为这边是暖色调，所以老师用咖啡色。从这边先做个节点。做个节点，不然画不完。好，看老师怎么加深，先用咖啡色，因为我已经用打底了，所以你会觉得这颜色很漂亮，就是因为我打底打得很漂亮。啊，然后就刚刚说加紫色，有没有？紫色再加深一点，然后最后再加蓝色嘛，哈，蓝色，你看老师渐变给你看，然后。我们看到越来越深，好，而且很漂亮，那个颜色很漂亮。所以已经很漂亮了哈，然后在最后再加黑色，最后一关再加黑色，也不是全部哦，是局部哦，那个立体感就出来，有没有很强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接下来画唇峰给你看，因为我还教你画唇峰，我顺便示范唇峰给你，这样懂得用色了哈，慢慢练的，唇峰买，好，唇峰我就用冷色，就我的唇峰唇纹就是这个纹路，你看这个纹路哈，那我先把这个立体感画，嘴巴立体感这边也有哈，这样画，顺着它画。如果真的不会画，你就像我这样顺着他画，有一种画法叫顺着他画，就是顺着他画。啊，画法很多种啊，现在教你们另外一种顺着他画。你看人家是不是有立体感了？你会发现，就顺着他画，然后自己做轻重的那种感觉。你看三角形是不是有立体感了？好，那再画这个纹路给他。边画边修啊，边画边修，这地方叫用心啊，在说这地方开始用心。好，自己做轻重的变化，等下要再加点深，画唇峰。啊，你皱，你不要画太多，画太多会变成那个长辈的那个唇疤，很皱哦。也不要画太多，就这样刚刚好。你看，江苏已经有那个唇的纹路出现了，然后现在不明显是什么？是因为这个很暗，我没加。那我现在加暗给你看，你也不要直接给我用黑色哦，你不要看到黑就用黑色，你一定要先用我刚刚讲的几个颜色，先把它铺，我们叫做铺层给它。好，先你看我铺紫色给它。我没有先用黑色，我画里面给你们看，因为我发现有些人给我用黑色，我也是，哎，整个再三叮咛的，好，然后越加越深，深蓝色再给它，算了，深蓝色，顺便画一下里面的那些更里面的渐层。最后一关再用黑色，好，等到画后来我再加黑色，然后黑色就是下手用力一点，好，顺便修一下黑色除了加重之外，还要最后的修饰，再强调一点重点。